宅男，困在学校书都读不完，每天立正想听螳螂叫，上课认真研究干细胞。我也想要每天都穿腿裤，但女同学都不跟我接触，这个样子真心有够鲁，想交女友狂吃油豆腐。对，听说有间暗巷的神庙好像非常灵验。对，过来拜拜，找个对象就能跟他牵个红线。进入大香炉真心求签，香油钱就投了6000，找了庙公来帮我解签，上面写去你的痘痘那边，神明是想要升天，就要去痘痘那边。你是说脸上的痘痘吗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你这多给我6000，带你去痘痘那边。这么贵啊？我会骗你吗？我做到做到。震动震动抱下来，出行七小时，把你双腿抬起来，跳进游泳池。震动震动抱下来，出行七小时，把你双腿抬起来，跳进游泳池。快去痘痘那边才会爽，快去痘痘那边。保证是有位女老师，腿裤饭不准我再吃，问她下课要去哪边，我想跟你去你的痘痘那边，你的分泌物真的太多，痘痘洗干净才能再摸，脸又湿之后加水水弄，不能用力抠，那又会痛。粉红色的痘痘有点敏感，咖啡色的痘痘小心感染，填满你的凹洞，深入你的毛孔。去痘痘不用太久，痘痘都去掉了，你到底做了什么改变？带你去痘痘那边，